就要出来了，感觉。这样点点在安皇后驾到。我觉得这个衣服真的太好看了，我以前没有穿过这个款的，没有穿过。这个给他去让韩磊拍几个视频，是不是？艺术长内线重不重？还行啊，还行，还好。谢谢谢亮灯牌，谢谢家们点赞，往上走一走啊，点点赞，我们点点赞哟。没有亮灯牌的一人亮个灯牌，谢谢你们。这是哪个线的服饰？靠，这个的那个线啊，乌托，乌托也啥子的？乌托线的那边，乌托线的，乌托线的衣服啊，这个应该也是属于皇后千岁千千岁。这个是大凉山，然后不脱线的，不脱线的衣服啊，是不是很那个，就很有那种，怎么说呢，穿起来感觉很贵气。我给你看一下全身。看到了没，就感觉很贵气的感觉，全的是还有很多衣服，这里太热了。拍视频，拍个变装，然后就。甘露的也好看是吧？你看到过甘露的服装吗？甘露的就是比较亮亮的，就上次火把姐我们穿的那个也是属于甘露的衣服。对对，在成都啊，家们，成都成都成都，好看的衣服多得很哦，这里。给我截个图给你们，是不是应该？成都哪家是吧？成都就是罗马假日广场这里，罗马假日广场。哎，我感觉要过敏了，开始痒了。罗马假日广场那个沃尔玛超市一楼啊，这些衣服是卖的，是用来拍照。这个是艺术照，然后这里的话他们家是拍艺术照的，然后也可以租啊。这个衣服比如说你们想租一天多少多少，然后你们可以拿出去拍视频拍照那些，可以。哦，真的太好看，我一直以为以前就是这个，我感觉就不适合我嘛，因为就感觉很大，然后就我就从来没有试过这个，从来没有戴过这个，今天是第一次戴这个。哎，也不是第一次啊，去年我就差不多这种，抖音上是不是发过一个作品，但是那个的话只戴了一下啊，就试了一下那个服装店，我试了一下拍了个视频。彝族的这个衣服的话买的话太有点小贵啊，然后就他们的一般的喜欢租。谢谢谢谢，非常喜欢，咱们点点赞，我们一起赞赞往上冲一冲，谢谢你们。一起
还有很多种头饰，很多种头饰和衣服。等一下再换一套，这个已经拍完了，现在，然后等着吃完饭我们再拍。也是很非常太贵了，是吧？最贵这个买的话怎么说呢？就经常也不穿嘛，就是偶尔就穿一次，这样的话太浪费了。然后就我们的话怎么说呢？就喜欢租这种，就是比如说去哪儿呀，每次还可以穿个不一样的，是吧？不一样的款式。然后家里面的话，我妈妈他们的话就以前老式的那种，然后缝啊，就自己缝那种纯手工。这是真的还是合金？合金的，这个不是真的啊。这个艺术照里面不是啊，也有真的那种，但是这个一拍艺术照嘛，然后这个是合金的。然后我那天过敏完了，今天带完这些，晚上又开始。啊，真的太好看了，而且这个太好看了，太好看了。一起无间，这很好看，这个有点花。他拍不来视频，好像。对，衣服超级的好看，我觉得很美，是不是？看，啊，对呀。我们也帽子肯定很重吧？你脖子好像短了，我脖子不是短了，我脖子应该戴了这个嘛？不戴这个的话还是长，不戴这个脖子上这个不戴的话会不好看，不戴这个的话不好看了。这个帽子的话其实还好，中间是空的啊。然后泡沫这种，只是这个地方有点紧，其实是不重的，这个是看着重，其实的话不重啊。衣服太漂亮了，谢谢你来拍艺术照。对对，我在这里拍艺术照。嗯，还是差一点没认出来你，这衣服好漂亮，是不是家装吧？不是啊，不是啊，这个是拍艺术照的地方啊。然后结婚的时候也可以穿这些，结婚的时候也是可以穿的。应该刚才拿个茶篓啊拍一下啊。嗯，是卖衣服的吗？我是卖衣服的，但不是卖这个啊。嗯，真的不能再卖。别人拍照是穿越什么？别人拍照是越穿越少，你怎么越穿越多了？哎，这民族服装嘛，哥啊，这个民族服装，对，超级好看，好好看是吧？嗯，千万富婆的套装，这个穿出去，穿出去。今天晚上罗马广场穿出去，中间这不跳，不是那个景外嘛，不跳就这样走一圈回来吧。这套衣服不少米吧，买的话有点贵啊，有点贵。还有这种头饰啊，这些都是那种银子那种的话是很贵啊，但是这个的话合金的，这个不是真的，现在的话不是真的。嗯，你旁边其他的看一下，旁边其他的衣服吗？是不是衣服？衣服还有很多种哦，我们还没穿完，我们还没有穿。就今天的话，现在只穿了这一套，只穿了这一套，一组衣服是吧？超级多啊！我给你看一看，在那天我们穿了的也有。看，一组衣服超级多，这一套是那天我穿了的。但不知道是可不可以这样展示啊，但我也不知道。超级好看的多，那天你们看我作品里面嘛，你们看我作品里面这个那天穿了的啊，那天拍的视频，这两套都是那天我拍了，两套都我拍了。然后还有这种，我最喜欢这几套。哎呦，老多了家人。哎呀妈呀，你看真的很多很多，还有其他粉刺啊什么的那种，但我比较喜欢我拿出来的这几套一点。穿这身跳舞，今晚你是最美的。那还能跳得了舞吗？这个头饰这么大，这个头饰我也飞了吧，我看一下。哇，这跳什么啊，靠，就摆个造型还差不多。嗯，你们跳舞
跳舞穿的要钱不？我们什么跳舞穿的要钱？这个的话可以过来拍艺术照啊，你们这个不是多少，这个卖不卖？这个买的话太贵了，要在脖子上这个不戴的话，空空的感觉，缺少了一点啥啊？一套多少？下次去跳舞了给你发信息。星星，这个头是多少斤？没有多少斤，这个不重啊，这个头是看着重。其实不重啊，对，看还是配着好一点，因为这个脖子上这个不挂的话就会空空的感觉，缺少了一点啥一样。这个头是现在多少斤？没有多少斤啊，我们上次加了微信后面，哦，是吧，在底下再穿一套那种的。穿这么多不这么空，开了空调啊，这里面限量灯牌，谢谢家人们，你们没有点关注的留下一个关注啊，留下一个关注，太好看了，真的我好喜欢，真的这个衣服我超级的喜欢，太霸气了，超级的好看，这是过年时穿的，这不一定啊，结婚的时候穿的也多得很，结婚的时候穿的也特别多，这个结婚啊，拍艺术照啊，去拍视频呐、特别多。点点赞，我们今天晚上走一走，谢谢你们。哇，今天星期五。还有吗？今晚穿那是什么？今晚不穿，我在这里拍艺术照。这里拍艺术照去不了。超好看是吧，这套衣服怎么像什么蜀凤冠，好像是贵妃，五贵妃，这组拍衣服多少，等一下我问一下老板啊，就只拍一套吗？穿这个累不累？不累呀，不累，哪里可以租到这种服装？成都有啊，成都这里有啊，这里可以啊，你可以关注一下那个，可以加入一下粉丝团，我底下推荐给你们啊，把微推给你们，两三套是吧？啊、好看好看，对，来了就走不了了，来了怎么可能只拍一套呢？是吧？这衣服太好看了，然后绝对得拍个两三套，选出来穿的两三套才能走啊，这一套的话就不过瘾。好看好看，少见这个时间播，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呗，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我都感觉累得慌是吧？别呀，我都不累，你累啥？藏族和彝装一起拍可以的吧？可以呀，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如果你带女生过来的话，那可以拍那种闺蜜照，是不是啊？比如说一个藏族一个彝族的话，可以穿自己的民族一起拍呀。如果你带男的话，哎，对吧？那情侣，藏族和彝族的情侣装也可以拍，是不是啊？如果那你们两个是男生的话，也可以拍兄弟照啊，是不是啊？比如说一个藏族一个彝族可以拍兄弟照。好久不见好久不见，在今晚不用跳舞之间转一圈就把人死成。我今天穿这套去景外中间就这样坐着吧，一动不动。我就女生，对，女生的话就更好了啊。今天是太闲了，上一套不够拍。这个是彝族的服装，大凉山的彝族服装，那没累一点也是美滋滋。一帆风顺，好酷是吧？谢谢，就很好看，我超级喜欢，太好看了！哎呀妈呀，穿这身去雅江是吧？哇，那我穿这身去雅江，我们大凉山还好哇、那边全是藏族，没见过这个衣服的，我穿那里哇，那还得了，真的。而且有衣着结婚，我干什么啊？我穿这个去那里？有藏式的多得很，这样就是
买了你穿的是哪组？彝族的衣服啊，彝族，我彝族的，我闺蜜是藏族，可以可以，那就拍闺蜜照啊，闺蜜照，太漂亮了，谢谢，这一套不便宜吧？这个的话，我在拍艺术照的地方啊，这个买的话不便宜啊，买的话不便宜。老吴最美了，谢谢，怪怪很好。你中不中？我不中啊，中啥啊？这个为了好看，中点无所谓。两三套一起拍，我问一下老板娘。你脖子上戴的那个摔一个长绳子更好看哦，真的滚出去啊，真的滚，不会说话就滚犊子啊，真的。谢谢金浩新人啊，灯牌姐好美，谢谢关注啊，谢谢。看这个帽子是羽毛的吗？看着挺华丽，冬天很暖和吧。哎，这个是头顶是这样的，里面是空的，然后就还行，只是这个地方我可能头围有点大吧，就有一点点紧，对，不脱的服饰啊。老板娘，拍这组的两三套的话多少名？拍两三套啊，反正我们是399一套。399名一套，一套399。不对，不脱的服饰，你这次别再过敏了，我等一下吃个过敏药啊。谢谢大家亮的粉丝灯牌，感谢你们穿这个衣服热吗？不热啊，真的。今天这个里面的话很凉快，然后怎么说呢？在外面的话，我喜欢穿的话再热一点也无所谓。吴京，我在那个罗马广场那个沃尔玛超市一楼，要不要过来？吴京，有男生的哦，看一下男的咋穿，你过来看嘛。帽子是彝族的吧？对，这个合金的啊，不骗你们，这个是合金，如果就也有真的啊，真的那个的话只能那个啊，穿上跑是吧？你穿这身衣服出去会不会被抢亲？那就下次来几万跳舞给你发消息。好嘞，他们说这种一套的话399也差不多，就这种一套衣服出去也是几百，这你的话直接穿了还可以那个发照片是不是？看一下男的彝族的服装还是藏族的服装？要看看我们直播吃饭吧。谢谢白毛王子，谢谢送来的，你最好看。你们老家的？我们老家的有男生的多得很，彝族服装，这套衣服应该华丽高贵，因为头饰上有凤凰。对，这个很高贵，穿起来也就，哎呀妈，不说了呗。每次跳舞一个人，而且我一个彝族的，不好意思的。你脸皮厚一点，你来找我呀，一起跳，你找我嘛。我只能你给我说，不然我不认识啊。我见到你了，我有点脸什么那个叫，我见过一次，第二次见到我的时候，我就可能就忘了啊，就可能就忘了，就你给我打招呼啊，然后一起那个。看看是吧，看看彝族的话，彝族的男生的有点多哎，男生，看男生的衣服呢，男生的衣服也有长耳啊，你看这些都是男生的衣服啊，你看这些都是啊，这些都是男生的啊，那天有个很好看的，这个也可以，这个也是新款的。就是我不知道能不能看。那天好像有个男生扣子这么大的，那个没看。那个吗？对，感觉你忘了。对，我见到的话可能就有点忘了，就只能你给我打招呼。这个吗？那天不是有个这种大的扣子的吗？有的，我只是不知道挂哪去了。对，那个也很好看。你的这么复杂，难道这么简单？男生的比较简单，彝族服饰里面男生的是最简单的啊，直接衣服穿衣服，但是戴头上的那个，然后戴英雄带，哎，老好看了，真的。还有查尔娃，我只是简单的给你看一下。